妈，你可以走快一点吗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阿妈要拿麦克风出来，不是拿放大镜的。我拍谁拍谁，我拿错机了啦！哎呦我的妈！阿公啊，你可以走快一点吗？啊，我就只能这样子的速度走路啊，年纪大了吼，走路就会比较慢啊。阿公啊，不是拿放大镜啦，要拿麦克风啦。啊，你不跟我讲，我哪会知？好啦好啦，回去拿吧。我最喜欢吃香蕉，我最喜欢吃香蕉，香蕉很好吃哦，营养又健康。我买了一个新的背包哦，可爱吗？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啊，我什么东西都忘记带了，抱歉抱歉。要往后走，不是往前走啦，这样会撞到摄影机哦。我最喜欢喝的果汁，你们喜欢喝果汁吗？我喜欢喝橘子汽水哦，橘子汽水超好喝的，酸酸甜甜。你们看我的手套可爱吗？是猫掌造型的哦，赶快去买吧。我也喜欢吃香蕉，可是我最讨厌剥香蕉。我最喜欢的蛋挞来喽，超好吃的。我也喜欢吃香蕉，香蕉要放多天一点才会好吃哦，大家知道吗？我喜欢吃鸡腿，超大只的鸡腿咬起来很满足。我最喜欢吃炸虾了，尤其是刚刚炸起来的，非常的酥脆。我也喜欢吃炸虾哦，我最喜欢妈妈做的炸虾料理了。我喜欢吃蛋糕，嘿咻嘿咻嘿咻，蛋糕超好吃。我也喜欢吃香蕉，吃香蕉就不会卡塞塞在屁屁上面咯。我喜欢吃草莓串，酸酸甜甜的超好吃。我喜欢吃的是橘子，但是我也不喜欢剥皮，我都是叫爸爸妈妈帮我剥的。我喜欢吃鸡腿，越大只越好吃。我也喜欢吃香蕉，谁要来帮我剥皮呢？今天的宝宝舞蹈秀就分享到这里咯，喜欢请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啦，大家拜拜。